再有多區的污水樣本驗出對新冠病毒呈陽性，包括在黃大仙、屯門和沙田。新增五個指明地點，包括屯門大興花園第二期第十和第十一座，卓爾居第二期第五和第六座，沙田美田村美麗樓和美田商場，黃大仙宏景花園第一至六座綜合大樓和停車場，加封台第一至五座亦都被納入強檢的範圍。鄰近的黃大仙廣場檢測站繼續大排長龍，有居民認為當局應該加開更多的檢測站。